真是服了这些媒体了，把话说得这么严重。我妈看着非得疯了不可。要不明天我去向苏阿姨解释解释。你能经得住我妈的轮番拷问吗？不行。那不就得了？喂，鹏鹏。哎，放心吧，那些娱乐记者你还不知道，夸大其词，根本没有的事儿，好着呢。喂喂喂喂！ 你不用过来看我，你放心吧啊！赶紧忙你们的。哦，对了，跟陈畅啊、小苏啊，还有他们都说一声，我就不一一给你们打电话了，让他们放心。好嘞，改天约饭啊，拜拜。媒体这么一报道，我这两天才消停不了了。张红巨星苏欣在日前拍摄新戏《大宋侠影记》时，不慎从马背摔落。 具体伤情，其经纪公司还未透露。但据目击者称，苏欣离开现场时已经无法站立。请问当时贾爱，你怎么看上电视了？一点事都没有，他们都不在现场。别关。我看着清清楚楚，新哥跟一个武行小兄弟握招。电话，电话，把电话给我。招手，一样就一个就跳下马来，就这样重重摔在地上，脸都白了。你看，又来。 妈，苏欣啊，电视上说你从你拍戏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了，你打电话怎么没有告诉我呀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妈，你不要着急，娱乐媒体的话不要去相信，儿子只是从马上轻轻的滑落下来，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回来了没有？我马上过去看你。 哎呀妈，你就别跟我添乱了啊！我在现场拍戏呢。你这孩子是怎么了？怎么越大越不跟我说实话呢？我跟你说的就是实话。要不这样，我一会儿给你发一张我刚刚自拍的美照，让你看看儿子的状态到底好不好。你拍什么照片呢？直接跟我视频。哎，导演，我马上就来了。啊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拍戏了啊！拜拜。嗯啊。哎呦，这孩子。 怎么了？没事，看起来挺好的。啊，这孩子，这老太太可真不好骗。鑫哥，你确定不告诉苏阿姨明天要动手术的事情？不用了，告诉她她也帮不了我。 反而会让他更加担心。等过几天我病好了，亲自站到他面前。我警告你啊，一个字都不要跟老太太讲。绝对不说，一个字都不会说。鑫哥，要不你歇会儿，我给你买晚饭去。我要吃吉麻家的披萨。吉麻家的披萨，那来回一趟时间可不少。你一个人 OK 吗？ 你有问我的时间，不如赶紧去买。好的，鑫哥，那你等着，我马上就回。喂，小艾姐。静平，苏欣是不是很严重？鑫哥刚给我打电话了。 叫我帮他带一点洗漱用品过去。你老实说，他现在情况到底怎么样？那天鑫哥。
世香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，朱莉？皮特特告诉我的。哎呀，你慢点。没事没事，慢点慢点，别动别动。庆平呢？你这腿伤成这个样子，上个洗手间那么费劲，他人呢？我让他去给我买披萨了。快走。这个是你最喜欢吃的杏仁酥。还是楚楚对我好。这两天的吃喝你就全包了啊。哦，对了，医生让我少吃肉，这两天我都快馋死了。我特别想吃咱公司附近那家松茸鸡汤。明天记得偷偷给我带一份过来啊！记得不加香菜。还是你了解我。师兄，我要进组了。进什么组？新青年。哦，什么时候走了？今天晚上。我跟你说，新青年这个剧本特别的好，那个角色的人物层次非常的立体，你好好演，千万别给我丢人，听明白了吗？快去吧，快快快快，一会儿来不及赶航班了啊！披萨来喽，哈哈！哎，秋丽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师兄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你不在的话，他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我去买披萨了，你要不要一起吃？啊，不了，这段时间呢，你要好好照顾我师兄，万一他掉了一斤肉，等我回来，你看我不好好收拾你了。秋丽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进组了。师兄。那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朱莉，我加油。新哥，朱莉。啊，皮特哥。看来你还是选择了苏星啊。不是，我来看看师兄，然后马上就回家去收拾行李，准备去机场了。皮特哥，师兄对公司这么重要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好好照顾他的。我也不会辜负你对我的期待，一定好好揣测这个角色。努力完成这个工作。不光是这些，你主要是把自己演好就行。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好好的去做。你一直以来都是个聪明人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。谢谢皮尔哥。男人嘛，尝到点甜头就行了。如果让齐月真正得到了你，那他可能就不在乎你了。如果齐月不在乎你，你对我一点用都没有了。我会掌握好分寸的。最后我再提醒你一句，如果你人在曹营心在汉，那就别怪我不让你大树底下好乘凉。我懂，您放心吧。自己照顾好自己吧。
叫你过来是照顾苏苏的，就知道自己吃东西。四平哥让我吃的。起来，让平哥坐。四泽，哪不舒服吗？要不要叫医生啊？不用，我挺好的。哎，刚才朱莉过来了，我在走廊上看到她呢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你给她接了这么给力的角色，我开心还来不及呢。我这不是也想让你毫无顾虑的养伤吗？你什么都不要想了，等明天做完手术，一切就都回归正常了。哎，你可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啊。对啊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平你个头啊！啊，能别说话这么酸吗？你们快走吧，我让我看会儿书好吗？谢谢，谢谢。哎，那你一个人行吗？要不让庆婷留下来陪你？我有什么不行的？我好得很，你们快走吧，我求你了。好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你就好好休息啊，晚上要是有什么情况，哎，你就用这个，按这个呼叫钮，医生会第一时间过来啊。你什么这？哎，这衣服怎么乱放了？你一天到晚的，拿。妈。闭嘴。走了啊。那我们真的走了，秦哥。快走啊。皮特哥，我觉得新哥真的好坚强哦。只要换做我，这一宿我肯定得有人陪我睡，要不是肯定被吓死。清平啊，你说你跟着苏苏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苏苏身上的优点你是一点都没有学着呢？一点都不沉稳。皮特哥，那明天新哥手术完了，是不是就能站起来了？医学上的事情你我都说不明白，一切就等着明天手术之后再说吧。你说宝宝心里苦不苦？苦不苦？你要跟我说的，就是你在游戏里挨欺负的事儿，是吧？对呀，你说我多惨呀！我坐着听你说这么多废话，也是够有病的。何以轩聊怎么样？还能怎么样？又被鄙视了呗。干什么呀？哎，有话好好说。你扒我衣服，我是直男。你跟我说你去纹身，纹身呢？陈哥，我想了很久啊，我是一直没下定决心啊。我本来说是想卖惨，去激发他的母爱，这样还省得我遭罪。一航，你还母爱？你等着啊，我这家伙都带来了。这什么？你这磨磨唧唧的，陈哥，我害怕。宇轩，你还要不要了？要你就忍着。再等一下，我没有经过我爸妈同意，我不能随便闻东西啊。你瞅你这怂样，宇轩能喜欢你吗？你忍着点。我有别的招。啊？怎么来了？哦，我听小薇说你要去外地拍戏，我就想说，赶来载你去机场，不然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会碰到。怎么了？听说这次机会不错，看你好像不太开心啊。你知道我师兄受伤的事情吗？哦，有听说。我刚才去看了他，情况很不乐观，但是他瞒着我。为了让我好好去工作，我就顺着他的好意，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我真觉得我好卑鄙啊，根本就不配喜欢他。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。七月，
我们之前发生的那件事，可不可以当作没发生过？还是恢复到同事的关系，好吗？我真的现在所有的心思都在工作上，我没有心情谈感情的，而且感情虚无缥缈的，也靠不住，是不是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曾经有人说过，人类在等着耻辱者的胜利。有一天我会站在苏星的位置，到时候我会让你知道我是值得依靠的。以后的事情谁知道呢？不要把话说这么满。我们先上车吧，路上聊吧。我不用了。我有轿车，我可以自己走。谢谢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告诉我的。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？哎，你把你发给苏阿姨的照片点开来看。点啊，手机。怎么了？你看。夏青真够土的。不对呀，那你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家医院？我一炸庆平，他就说了。哎，不过你也别怪他，他也是关心你。你还好吧？我好吗？我很好啊，我特别好，我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候了。你看，哈哈，哈哈。你都看到我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干嘛？我呢，今天打算留在这里，以免你想要喝水的时候没水喝，想要吃饭的时候没东西吃。我就睡在外面那个沙发，不会打扰你的。我能拿得到。我可以吃水果。可是你没有刀削皮。我吃水果可以不削皮。那个刚刚掉地上。今天晚上不留下的话，有人晚上就要在床上方便了。反正今天呢，我是留定的。你高兴呢，我也会留下；你生气呢，我也会留下。如果你不想跟我讲话的话，我们就一起坐在这里可以看电视。我知道我笨，拖了你的后腿，但是我真的不能骗人。我自己过不去我自己这关，我这么做你也许很难理解。你还好吗？需要扶你起来吗？我真的想了无数个答案，想着怎么去跟你说。
我可以，我很好。在我还不到十岁的时候，我的父亲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抛下了我和我妈妈，带着那个女人去了国外。这个事情对我打击特别大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别人都有一个完整的家庭，而我却没有。小心点手。所以我从小就特别坚强。我削苹果的技术可是一流的。因为我知道，只有我自己足够强大，我才能保护她，让她不再受到伤害。Rock go 嘶吼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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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ock rock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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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菜拿出来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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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你信不信我抽你？别别，这叫灵感，这是艺术。谁让你灵感？艺术艺术艺术！别打我！哎呦，给我站着！啊！学人家戴假手套。啊！哎，你干嘛呀？爸，真的。戴假耳钉是吧？没有没有没有。还有一个，那是真的。他骗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。我的母亲带着我，没过几年，什么呀，就得了一场大病，一点感情都没有，演的什么东西？从此撒手人寰。你看看，你看，演的什么呀？哭都哭不出来，你马上就要笑了，那感觉。你看电视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烦呢？哎呦，再看我都能站起来跑到陆一伟面前，感谢他把我救好了。你懂什么叫神经？懂什么叫眼里有戏吗？反正我就觉得他演的挺好的。孙小安，你知道如果我真的站不起来了，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？是吗？那就是在我能跑能跳能够看着你的时候，亲口对你说，我喜欢你。你听说过孤单海豚的故事吗？因为它发出的声音和别的海豚不一样，所以不管他怎么叫，悲伤的、难过的，还是开心的、孤独的，永远得不到其他海豚的回应。在遇见你之前，我就是那只孤单的海豚，小爱。我之前捉弄你、戏弄你，其实都是为了让你能够回头看看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这样做真的很自私，也很幼稚。但是，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手术成功了，我愿意赌上所有的幸运和所有的热情，再重新追你一次。小爱，我求你，在我孤单了这么多年的岁月里，你能够给我一丝丝回应。眼睛红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哎，有没有感觉到一股电流从身上唰掠过的感觉？怎么样？我告诉你啊，
这才叫真情流露，这才叫演戏。啊，知道了还不行吗？我突然有点困，我要去睡觉。喂喂，你猪啊！我还没睡呢，你不能睡过来伺候我。过来。怎么样？刚才演的是不是不错？哎，你讨论一下刚才的戏，我可以用海豚的角度再跟你来一遍。小艾，这个不要用吧。雨轩，你说我这个伤势会不会留下终身残疾啊？你已经有残疾了，在这儿。你好，我来看你来了。既然陈哥来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看着点点滴瓶啊，快空着叫护士。雨轩，你别走啊！哎，雨轩，要你再陪一航待会儿。免了，我在这儿待的已经够久的了。哎呦，兄弟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哎呦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，干嘛对自己这么狠啊？陈哥，你这都什么时候了啊？你还跟我开玩笑？我这不都是因为听了你的话才变成这样的吗？你这是不是应该算工伤？算，我全给你算工伤。哎，为了安慰你，我又帮你想了几个招。别，哥，咱们还是绝交吧。哎，别。为了挽回你对我的信任，我决定告诉你一件特别隐私的事情。这件事我跟别人都没提过。你先说说看。一次偶然的机会啊，我发现雨轩的钱包里放着一张他小时候穿着芭蕾舞裙的照片。芭蕾舞裙？嗯。苏欣，你还没睡吗？你说我会不会永远都站不起来呢？不会的。你曾经说过，你是天上最闪亮的那颗星，所以不会这么轻易就掉下来的。你要对自己、对医生有信心啊。那如果万一我变成流星怎么办？那我就得赶紧对着你许愿了。早啊，我来把你打扮打扮，让你变成今天全医院最帅的病人。来，小阿姨要帮你洗脸喽，让你变。我伤的是腰，不是手，我自己能行。新哥，我给你带了你最爱的饭。不想洗就算了。听什么呢？听不清楚。屁的问题。站在外面干什么呢？我给新哥买了蛋黄酥。苏苏，你最爱的蛋黄酥。哎，
桑桑，薛总让我转告你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多想，好好休息，身体最重要。我们呢已经联系了国内专业的医疗团队为你会诊，你就放心吧。谢谢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，我去跟霍医生打个招呼。皮特哥，慢走。哇！吓死我！我以为他会发飙哎。我也是，我刚以为他要把我轰出去，没想到几天没见，皮特变得有人情味了。你想太多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他对你视而不见，是因为我在他心里快没有价值了，所以你的存在，自然也就无所谓了。傻娘。哇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用自嘲来开解人了？那我要好好珍惜，以免等下进手术室出来又变成那个得瑟的让人想一把掐死的巨星啊。星哥，我们来带你做术前准备了。有点紧张哎，不会有事的。加入青指部，加油！最闪亮的那颗星，我还在等你起来发光发热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是你睁开眼睛第一个见到的人。薛总，哦，你来了。这次西江冷月的选秀，让您跟皮特哥失望了。对不起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和易阳都是公司的人，谁拿冠军都一样。另外，薛总，这几天，有一些粉丝私信我说，我的微博状态该更新了。所以我自己录了一些健身的片段，想说能不能请 Linda 帮我上传到网络上。这个事情你和 Peter 商量就好了。哦，说到 Peter 哥，有几句话不知道能不能跟您说说。你说吧。我觉得 Peter 哥他一直以来都是带像新哥这种级别的艺人，那我这样子的新人可能配不上 Peter 哥的资源，所以我在想公司有没有可能给我一个资历相当的经纪人来带我。这就是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？我实话告诉你，目前公司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数，等这个变数尘埃落定之后，我再来解决你今天提出的这个问题。不过我多说一句话， Peter 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，他不会因为你是新人而轻视你，我也更不允许这种有损公司利益的事情发生，知道吗？星哥，
谢谢医生。苏欣，欣哥，苏欣，欣哥，你听到我声音吗？苏欣 ，Hello， 苏欣，你听到我声音吗？苏欣，我没聋，喊什么呀？会骂人，就说明没问题。霍医生，您刚才的话我不是特别明白，什么叫手术很成功，但是效果却不明显呢？你看啊，这次手术淤血清理得非常干净，这对手术来说就是成功的。但是目前苏星下半身无知觉，不但和他的创伤有关，还可能有其他综合性因素。综合性因素？是的，据我判断，可能是这次创伤引起了他的应急心理，但是这种迫切的心情反倒成了他的障碍，这就是所谓的欲速则不达。感觉怎么样？那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综合性治疗，一方面要积极的进行复健，而另一方面就需要神经科和精神科，配合治疗。不过，恢复的时间可能会更长。明白了。我去给你去叫医生过来。霍医生，没事的，等医生来了，我们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你刚动完手术，肚子会不会饿？要不要吃点什么？什么都不想吃。医生，我不是已经手术过了吗？为什么我的腿还是没有知觉？别着急，你刚刚做完手术，一切还在恢复中。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安心养病。你想的太多，对你的病情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我还能站起来吗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就是需要花时间。多久？一天、两天，还是一个礼拜？啊，你的病情比较复杂，我无法给你准确的时间。我只能说，只要你有信心、有耐心，就一定能够站起来。那个，我马上还有一个会。行行，您先忙啊。思思，你别着急，听医生的话，得有耐心。放心，我已经帮你找了最专业的康复团队为你复健。嗯，谢谢。那个。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我先走了。清平，你在这儿好好守着苏苏，有什么情况立刻给我打电话。我知道了，我走了。江医生，是我苏欣，我有点事想咨询你。黑夜所以那么黑，星星看来更闪亮，插进最深的土壤，会开出不败的花，来不及就遗忘。
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，在这座城市围墙，在这规则的广场，陪着我两个人乘风破浪。星空下的你啊，有最暖的心脏，就算我的梦做的跌宕，又能怎么样？星空下的我啊，卸下盔甲给你肩膀，再耀眼的星星也渴望被珍藏。捕捉我的光，你却看穿阴影背面的假装，在这座城市围墙，在这规则的广场，陪着我